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，它是否是一种味道很吸引你，从我初恋那天起，先是甜蜜，然后紧接着会有风雨，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，也就像化妆的眉毛带着喷嚏，发烧要休息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可以。这么大。叫人头晕的问题，什么叫爱情？它是那么的真实，又很可疑。研究过许多实验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，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，也就像化妆感冒打着喷嚏，发烧要休息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没热没酒喝咖啡都是水，可一个让你醒，一个让你醉，中华大道那么感情能否以此类推，有的很平淡，有的撕心裂肺，又有中华大道的，甚至谎言自己去领悟，也许多年，也许瞬间的自由答案，爱就像蓝天白云，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，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